Hello，大家好啊！这一期呢，带来一个改镜的视频。这一台相机呢是奥林巴斯的 Wild，镜头呢是35毫米 f3.5，我打算用它来转接在索尼机身上。我手里呢现在暂时没有全画幅的索尼，转接之后呢，先用半画幅的来试一试吧。做工呢非常漂亮。看上面，这相机的镜头里边啊不是太干净，感觉这个时代的机器做工都非常扎实啊。好像什么东西弹出去了，是。精灵
盖取下来吧。皮子都老化了，拆顶盖是有点多余。需要清理啊。
这里边是快门机构。完成了这个镜头，里边有两片镜片呢，稍微有一些这个细小的牛毛纹，估计对成像会有影响。这是一个 L39 转奶系的转接环，大小看起来还不错。那么使用的转接环呢，还是 L39 转奶系的转接环，然后这个尺寸差不多刚刚好，只要稍微把这里打磨一下。然后把它放进去，固定好，然后再调整无线远，就基本可以了。现在这只镜头呢是奥林巴斯Wild 35毫米 f3.5 的全画幅镜头，也是暂时装在半画幅的机身上。这只镜头呢后镜片呢有些模糊。这个镀膜有些老化，所以大光圈下拍出来的图像呢可能有一些这个模糊。它的镜头做工材质啊要比刚才那只好一些。而且它这上面有景深标尺啊，比较适合用这个景深陷阱对焦的方式啊控制景深。然后这只镜头的光圈很漂亮啊，光圈圆形光圈。那么这只镜头呢也有几个定位点啊，一个就是最近对焦距离这里了，再一个就是2米的位置，5米的位置啊，还有无限远。所以你在盲拍的时候很知道目前这个焦点是在哪个档位上。Thank you.
这个镜头有点老化哈，玻璃拍出来有点朦胧感。没拍到头。